他们头上都有两只小魔术棒，然后等一下就是他们不能用手，只能用头去撞对方的棒子。那不能用身体其他任何地方，你只能动头，你要把用棒子，你不能触碰到对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。是你犯规，我们就会拿着拷爆你。两只魔术棒先被弄掉，那个人就会被大家打爆，就这样暴打一顿。OK 吧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数到三开始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三战两胜，我们这场赢得就第一届秋青虫大赛冠军。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这别人要做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为什么可以？你为什么站起来弄人家，然后自己还全部弄掉？哎，女朋友的人。哦，我没有女朋友啊。你为什么会赢？你觉得？爱情的力量。我也要赞。